什么意思？人间精品，不服来战。哎，之光崛起，棋魂真香。明星玩家李就位，等你一起来 play。大家好，我是胡先煦，我是张超。你们俩有没有胜负欲？还行，还行。明星大挑战第一关，一分钟内嘉宾以最快速度回答记者提问，答不上或回答错误扣5分，总分100分。休息的时候一般干什么？弹吉他，打游戏。最紧追的一部剧是什么？棋魂。时光是怎么召唤朱楚莹的？自己最不擅长的是什么？有吗？假装成一个帅哥。不，你们俩本来就是的，所以就不擅长假装吗？角色最打动你的是什么？真诚，真诚。你们之间有代沟吗？没有，他属龙，我也属龙，因为我们都是2000年。对的。最近让你压力最大的一件事？失业，失业，没接戏。印象最深的一段剧情？跳舞。你说跳湖还是跳舞？跳湖，我是跳舞。现在你先不要想这些，你需要放松。开心一定要留到最后。更讨厌看剧被剧透还是玩游戏被打断？被打断，被打断。印象最深的童年游戏是什么？那肯定是剪子布啊，到现在都玩呢。丢沙包，丢沙包也可以。你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是什么？时光崛起，棋魂真香。用一个词夸一下对方。帅，才华。宅着玩游戏和出去搬砖，哪个更让你开心？工作吧，工作。工作会更开心吗？对。私下称对方什么？谢谢。超超。为什么桥下没有水？跨河大桥，跨海大桥。立交桥。什么意思？立交桥。这是高架。为什么底下有水呢？底下没有水啊。哦，没有水啊。对对方的初印象是什么？有反转吗？才华，人间精品。那现在有反转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们就互相的欣赏。好。明星大挑战第二关，嘉宾挑选两段配音片段，交换原本的角色进行配音表演，可使用方言或搞怪方式进行配音，两次完成后即可获得50分。 Round one。 你说那本老师下棋能把神经一手悟出来吗？这些人整体实力偏弱，应该不太可能吧。那你还不把他下下？我开心呐，我现在已经是网友口口相传的棋神了，你别说，这种当名人的感觉确实不错，好像又回到了当初那种万人敬仰的感觉。其实那我不在一起就定到一起了吗？咱俩都是身边的人，正式认识一下。你好棋神。你好地道长。跟你分享一句话吧，围棋和朋友都是一旦遇上就再也离不开的存在，但不同的是，就算你离开围棋，你的朋友也不会离开你。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在声音的塑造上比我做得更好，那么就来发起你的挑战，指教一下。明星大挑战第三关，编导提示一人名，嘉宾需日接力说出一人的影视作品，挑战成功即可赢取积分50分。张超，银河补习班，乘风破浪，唐坤，金曲学家，寻龙诀，吴磊，穿越火线，王阿伦，任素汐，余德水，无名之辈，朱一龙，镇魂，重启，胡歌，南瓦，深圳奇才战，周冬雨，三江五十殿，杨台上，金世杰老师，大鱼海棠，他配音了，胜者为王，挑战成功，不错啊。明星大挑战第四关，限时2分钟，一位嘉宾需在蒙眼状态下画出提示词，另一位嘉宾猜词，答对一题得10分，满分50分。不行，我头太大了，这套不上。哎呀，完了，头围多少啊？完了，棒棒糖。围棋，五子棋，棋盘，对。时光，楚莹，你们俩默契是真的强。他画两根眉毛，我就知道他应该是画的啥了。还有1分钟。心，心圈，心圆，心连心，把你的心，我的心穿一穿。
再想想。这是椅子，爱、哎、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。是什么椅啊？什么椅子？爱你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爱奇艺是吧？这是头发帘对吧？不是，你听一下节奏。《棋魂》主题曲。啊、没有音乐。没有音乐的事儿，《棋魂》。《棋魂》是一部好看的剧，是精品中的精品，请大家。热爱棋魂，我是时光，我在棋魂，不服来战。最后摆五个相爱相杀的 pose 吧。预备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哎 ，nice！ 我一个心，你一个心，这是俩。我杀一下，你杀一下，这是四个。最后咱俩击一个拳，五个。相爱相杀。如果要给下一组嘉宾出游戏，你们想给他们出什么？倒立，让他们倒立。倒立喝水了。倒立喝水，对。来爱奇艺创作中心，跟我一起来挑战爱奇艺。